好，大家好。哎，頭先咧，我阿 Vivi 講完咧寧夏紅之後咧，我哋其實仲有嘢咧未同大家講嘅喎。今日有啲好著數嘅嘢咧，想同大家講。哎，介紹自己先。哎，我係 Nico 啊，你好。我是 Winnie， 你好。咁咧，我哋就不如介紹咗有啲今日有啲咩優惠先啦。咁今日其實咧就係、是、有三個新產品咧就會推出嘅。咁我 show 一 show 圖片先，因為係新產品啊，所以其實咧我哋都未有嗰個實物嘅。咁呢個第一隻咧就係、是、嗰、那個Blue Tansy。咁Blue Tansy 咧，如果大家其實有用開嗰只Peace & Calm 啦、Wala 啦，又或者 BB 嗰只濕疹膏咧，其實你哋都會知道嗰個主要成分咧就係呢一支嘅 Blue Tansy 啦。咁而呢一支油咧，其實亦都係缺貨咗好長嘅一段時間，所以導致到咧，其實你哋有買開BB 嗰只濕疹膏啦。Wala 即係 Wala 一啦，唔係 Wala 二啦，同埋 Peace and Calming 咧，其實之前都係斷過好長時間嘅一段貨嘅，咁到而家出翻咧，其實個價格咧亦都係貴咗嘅，咁所以而家即係非常之開心咧，就係呢一隻產品咧，終於有香港咧有得賣翻啦，咁點樣可以訂購呢？呢啲產品呢，其實今日如果你哋上Young Living 嗰個網站呢，其實你哋就會見到呢係有得 order 嘅。咁所以如果有興趣嘅人呢，就真係事不宜遲，就今日好上網快啲落 order 啦。咁過咗今日之後呢，就要去到應該係15號呢，亦都可以喺你哋嘅ER 入面囉去做呢個 order 啦。咁又或者再之後如果繼續有貨呢，咁就會再公開發售，就係講緊2月1號嘅時候。但係今日落 order 咧有個好處喎，佢就會係standard order 啦，即係標準訂單啦，同埋 ER order 都得喎。但係如果過咗今日咧，就淨係 ER order 先有嘅。係啦，普通你買咗 ER 就已經買唔到呢啲嘢啦。係啦，即係 standard order 冇啦。咁如果 standard order 咧，就要再等到2月。咁2月有冇咧，就真係唔知啦。咁啊睇翻個情況啦。好，咁除咗Blue Tansy 之外咧，咁另外一個新產品咧喺香港有得賣咧，就因為之前冇嘅，就係呢一個啦。哇，正啊！呢個正啦 ，Emmy Power， 咁啊美國貨嚟嘅。咁之前要買咧，其實我哋都係要喺美國嗰邊先會有啦。咁而家就今日亦都係可以喺香港我哋嗰個 Young Living 嘅網站咧，你亦都可以係買到噶啦。咁跟住咧，再有一個 item 咧，就係、是、呢、這個望下先，係啦，係啦，就係、是、一個椰子青檸嘅護膚嘅 cream， 咁即係一個body lotion 啦，咁亦都係一個新產品嚟嘅，咁變咗係好滋潤咯，因為佢入面係有椰子油啊、青檸油啊、芒果油啊咁樣，睇過頭先啲成分，咁所以就三隻新產品就係、是、今日呢一個 event 係新推出俾大家嘅，咁所以要攞打快啲，快啲攞打啦今日。係啦，咁其實咧，除咗呢樣之外咧，咁公司今日咧就仲有兩樣嘢係可以俾大家，即係今個月好好，因為有113呢個 promo， 咁所以咧公司咧今日又由今日開始去到月尾咧，如果大家咧可以出到 starter kit 咧，其實咧都會有一個優惠嘅喎。有乜嘢咧？咁如果其實我哋今個月開始啦，買呢、這、一個我哋嗰個精油11支精油嗰個 starter kit 啦，或者係買我哋寧夏紅套裝，咁呢個入邊會有啲乜嘢咧？入邊會有11支精油啦，同埋會有個 diffuser。咁價咁呢個價錢咧就係1565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是、有2支寧夏紅支裝噶啦，咁同埋另外就係會有30包寧夏紅嘅，咁呢一個價錢咧就係1415，咁但係你話啊，咁而家即刻 join 咁或者有咩優惠咧？咁其實如果你哋而家 join 咧，今個月咧，如果你哋 join 嗰個咧，除咗買一套裝入門套裝之後啦，咁咧仲會同埋 join 咗，可能你會買 ER 啦 ，join 咗我哋嗰、那個基本獎勵計劃啦，咁咧仲會有一支 lemon grass 送喎，哇呢支嘢正啊！如果平時 join 係冇嘅，咁但係而家新 join 一個就會送一支喎，咁呢支有咩用呢？呢支大家佢入邊其實係真係好香嘅，同埋好似
大家有時候在家裡拿來 diffuse 呢，會有一個好像在做 spa 的感覺，即是好像在身處在泰國那樣，東南亞那樣，所以很好的，很香的，也都是驅蚊，這個也可以，還有是可以，當有時有些人會有怎麼曲張這支都可以用到啦，所以其實呢是很好用的這支，還有有15ml是很好咯。而介紹人那個呢，可能有時有些 member 去介紹人啦，其實今個月都會有一個 promo， 就是如果你們可以介紹到三個朋友呢，會有一支Immune Power 送喎，這支呢之前之後現在都是得美國有得賣，還有是很難得的，但是如果我們可以介紹到去到月尾介紹到三個朋友呢，就會有一送的了，所以機會很難得，大家即是盡快可以做咯。是的，咁仲有一樣就係、我哋係Vivi team 啦，咁所以頭先Vivi 都有講過嘅，咁如果 join 咁你哋可以 WhatsApp Vivi 啦，你哋開 kit 咧，佢話會再送呢一啲嘅手帶，係一啲好正嘅抗香手帶，咁所以如果係想 join 我哋咧，咁可以揾阿 Vivi 啦，就會有多一啲嘅禮物送啦。嗱。咁同埋咧，咁其實今日我哋主題嚟講就係講零下紅啦。咁其實可以都講下講話零下紅其實有啲乜嘢好咧？咁其實零下紅咧對我自己嚟講咧，飲咗咧，其實個人係會精神咗。當蘇花咧，有時可能兩三點啊、三四點瞓啊咁。咁其實頭先Phoebe都試過啦，開嚟即係開俾大家可能溝啲有氣礦泉水啊，或者係普通咁樣，我哋可能攞住一包啊咁樣出去飲。其實有時可能做到好攰或者起身好攰啊咁樣，其實飲一包咧，個人已經成日好精神嘅啦。咁所以其實呢只係好好咯，同埋如果因為佢入邊係紅色嘅。紅色的，即是它是紅色的飲品，其實真的對女性呢補血啊那些其實都很好的，所以我基本上每天都會喝一包咯，有時趕著出門口呢都會立刻立著一包在袋子裡，即是一直搭電梯一直在喝咯，所以這隻東西是很多人現在都會喝咯。我自己都是的，如果我家裡呢我就是用樽啦，咁就擺雪櫃啦，咁如果我翻工咧，我就係飲呢個啦，我就擺定成盒喺公司個櫃桶咧，咁隨時就攞嚟飲啦。咁同埋呢一個咧，其實小朋友都好好嘅，咁因為我自己都有個小朋友啦，三歲啦，咁其實都已經會俾佢飲咯，特別就係、有時覺得佢作病啊、想病啊，或者病嘅時候咧，係更加會俾佢飲嘅，因為可以幫佢增強嗰個抵抗力啦，同埋免疫力嘅。咁所以呢一個就係非常好。同埋咧，好多時你知啲小朋友咧中意飲甜嘢嘛，咁就當然唔會俾佢飲汽水啊嗰啲啦。咁其實就溝零下紅，就當果汁俾佢飲。咁所以係。又健康又可以幫助到佢身體咯，咁所以非常之推介呢個零下紅。大家今日記住買啊，有85折啊，咁咯。係啦。好啦，咁、okay. 我哋今日係咁多，你有咩咧？記住inbox 啊 ，Phoebe 啊，咁咯。嗯，多謝大家，拜拜。Bye bye